你弹一首，给你弹一首歌，虽然我也不会。怎么弹啊？就这么弹，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满天都是小星星。谢谢奶茶。Kill， 这个我就要说了，我今天交了四张贺卡，怎么只有两张啊？我晕了，而且还有我以前写过的贺卡我交了，那个阿姨跟我说。说没收到。晚上好。今天吃大饼。按一二三三三，那是什么？今天没有才艺展示，我只是抱着肥子的这个吉他在这里装个模样。有两个人是很久很久以前的贺卡，我800年前就已经写好，他们没收到。过分，还有今天真的是，我想喝你的苹果汁。喝吧。肥子会弹啊，我看了肥子弹的，真不错。当然是咸的。肥子又会弹又会唱。馕，是馕。我们房间新疆大饼目前只有一个沙发，灯都是很差，那个不亮的灯，所以。晚上好。晚上好。嗯，谢谢卡。明天大家还要上班上、嗯、看不知道，感觉很好吃的鸭子。当然面不会，我真不会，我看不懂其他的。谢谢奶茶。我看不懂吉他的弦，你先取张卡。旁边是谁？旁边是漂亮的卢天慧。谢谢28411的愿望。开了这个，这个开的好朦胧啊，就这样吧。谢谢。谢谢三千这样的愿望，是吧？谢谢幽塔老王子的夜蝶，谢谢老王子，谢谢。这样吧，我们播到12点，好吧？嗯。因为我发现有刘海不适合。人播到12点，立马就卸妆昏迷去。谢谢应援棒，我的，又搞我是不是？能不能放过我一天？谢谢携程的愿望，谢谢绿豆粥。又搞我，我容易吗？哼，我不能扎小啾啾，我这个头发太短了，我现在想扎小啾啾，完全扎不了。一个公园 MC 被喷了一脸的面粉，还要被你们截下来当表情包头像。对，头发很碎，我扎了呀，一起同心扎的小啾啾。人生太艰难了。我看了一下今天的版图，太可怕了，不是你们的版图，是我自己手机里的版图，人太多了。现在3000长的也点，根本就没有办法好好拍。太过分了你们。现在代拍这个行业，这个事业，这发展的，你们看，那个皮卡丘，皮卡丘都比我长得好看，很那个啊，真的救命啊！不，我发现我这个人有刘海没刘海差别还挺大的。对，你说吧，都不认识，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人，就在那里凑热闹。果然中国人都是爱凑热闹，跟我一样。太过分了。干嘛呀今天？嗯，对啊，中国人都是爱凑热闹，热闹人。谢谢黑眼圈的夜底，谢谢黑眼圈，谢谢。你说吧，又不认识。只剩一根，对、啊，又赚不到钱。
谢谢春草的眼睛，谢谢春草，谢谢。我在弹琴，我在瞎弹。嗯。筷子。对啊，凑那么近拍照片肯定很丑。谢谢三千长的野碟子。嗯，不是螺蛳粉，是新疆炒米粉。看来你很喜欢野碟啊。对啊，旁边是摆子。还感觉还是这个优糖的，没有优糖了已经。播半个小时吧。至少没那么甜。谢谢奶茶。嗯。不不不不不，咖喱拌面是什么？没吃过，真的很可怕。这个很好吃的，你们快。哦，好无语啊。明天就吃，我给你们想好明天的午饭了。真的，出些 PTSD。谢谢奶茶。一个人蛮那个的啊，蛮缺德的。谢谢格子布的奶茶。嗯，就是有点辣。特多啥啊？不要瞎说。好黄啊！是我最近人变黄了，哎，我最近人变黄了。而且一定要配一个馕一起吃，这才有灵魂。感觉这样子白了一点。谢谢巧克力。好像光是白了一点。灯是白色的灯。谢谢零一二五的巧克力。果然熬夜会让人变丑。人决定再也不跳一体同心了，因为这个一体同心。谢谢谢谢谢谢小放的生日蛋糕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天天健康。不要，不是因为我老是会踩到他那个衣服，你们知道吗？那个红色的那个衣服一踩我就一半，因为我跟刘书贤没有合过。谢谢谢谢谢谢柯南君的皇冠，谢谢谢谢。因为我们没有合过，哪里有时间合？什么扇子？真的吗？但是我觉得最近熬夜真的会变丑哎。我不记得了，反正大家都在，我也不知道。啊，是要扔掉的，我要把我自己的扇子捡回来，我要把红色捡回来，我已经把它杀掉了，它死了。我才是叫什么来着的？我才是主角，我才是这个身体的主人，一起同心是这个意思吧？就是一感觉有一个身一个身体两个灵魂的那种，对吧？嗯，不是。不是吗？是这样。嗯。大哥，他是一只老虎，他们家族呢，就是这个王国的守护者，镇守边疆。我感觉你在骗我。没有。镇守边疆，然后呢，他们家族。分啥英勇，全都战死了，就剩他一个人。全都战死了，也太夸张了吧！他就很孤单啊。于是，日夜的以酒消愁，喝着喝着，怪不得一开场就出来喝酒。对。然后由于太寂寞了，谢谢天天自己。谢谢光年的夜蝶。独自喝酒，然后他就分裂出了另一个人格。两个人格。就是在他的酒后才会出现陪伴他的第二个人格。哦。那他最后还是把第二个人格杀了呀？因为他酒醒了。哦，酒醒了，第二个人格就死了。Yes。我觉得很有道理啊。干嘛？是真的？你们看没看过史志卷小说吗？有点恶心，我在这里就。史志卷还有小说啊？嗯。非常好看，是我这辈子看过最好看的小说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你看了就懂。哇，
Wow， 史诗镇真是一套很牛的公园，它居然还从小说改编的。不是跟，是以我们为原型写的小说。还有你啊。嗯。你是几号啊？我是。我们传送之歌。嗯。是流落在外的皇族。皇族。皇族，皇族。哇。然后经常在这个地下进行乐队演唱。乐队演唱。在地下场所见不得光，地下场所进行乐队的演唱。然后呢，你们是什么故事啊？我没看。你要把大哥的看了是吧？不不不，重生计划也有小说。谢谢格子布的生日礼物，感觉还蛮牛的，真的感觉还蛮厉害的。嗯。是四八写的还是粉丝写的？四八写的。四八写的。嗯。哇。史诗镇小说在哪儿能看来着？那我马上也去看一看。四个队的故事连一起的。谢谢白星老婆的巧克力。起点，我现在就去看。起点。嗯。还在起点写的，妈呀！不过我不怎么看起点，我都看的晋江。不过现在晋江也不好看，我八百年没有看小说了。友友们，我决定了，我要明天看一天的小说。啊，不行，我的翻牌要到期了，救命啊！哦，现在不看了，我的翻牌要到期了，怎么办？我还在直播，我得在11:55下播去翻牌。来得及吗？来得及。哎，给我一个口红涂涂吧，我的嘴巴好没有颜色。嗯，我上次放在你们房间的那个嘞。我觉得在这个框里，你找找嘛，把子。让我来把那个口红找到，我丢失的口红，我丢失了好多支口红，每个人的房间都有我的口红。救命！找不到，不在这个框里。嗯，哎，就这样吧。不，这不是乐善好施，这个是不长记性。嗯，我们房间目前有一个沙发和一个床。谢谢 Wemo 的夜底人，谢谢 Wemo。不能啊，如果是一堆口红的话就不能了，如果是一支口红的话还是可以的。雷子，你这个框里的口红能涂吗？可以。我感觉你这个框里的口红放了八百年的感觉。可以涂。哎呦，妈呀，好闪哦！谢谢你的玫瑰花。那肯定是我和我的室友一起买的呀。好粉红的色。没有窗睡哪是地上吗？那肯定不是上下床，上下床怎么好睡啊？为什么要发问号？难道你们在家都睡上下床吗？不是。我一吃辣的就容易流鼻涕。对啊，大床也不算大，1.5米的床，跟肥子的跟肥肥的房间的床一样大。你睡桥洞，哇，那你真与众不同啊。小床房吧，我跟周湘的那床1.8米呢。你睡机场，你已经在机场啦。但是感觉1.8米的，但是因为我们房间，因为房间有点小，就是买1.8米的之后就没有地方可以放东西。嚯，好了解啊，你们这蛮了解这个宾馆的这个大床房的这个床的长度啊。还好，没有买衣柜，就用原来的衣柜。
怎么？为什么要买衣柜？我感觉够用吧，因为东西都不是很多。东西多吗？东西不多呀，哪里有东西？够穿呀。不过1米5乘2米，差不多了。什么东西？对啊，女生肯定有很多东西的呀，女生的衣服都很多。不过我发现肥子的房间东西真的少，你的衣服都放哪了？我没有衣服。没有，还是蛮小的。因为我们是有窗户的房间，有窗户的房间的话就比较小，没有窗户的房间的话就会大很多，但是有窗户可以见到阳光。每天就是早上睡起来就是被阳光晒起来，还蛮爽的。对啊，晒衣服，那你总不能在你的床上晒衣服吧？对啊，可以在床上晒太阳。我们不，二楼的那个房间是朝向，不是朝南的，是朝上北下南。那哪里是北呀？你知道哪里是北吗？这里是北。这边是北，这边是北。嗯，上北下南，哦，左西右东，啊、这是藏玉吗？这不是藏玉，这只是没有方向感而已，好吧？太阳往哪升的？东吗？东啊，东，东边，那里是东。这边是东，右边是东。对啊，我感觉南方人都不知道纬度高的在北，可是现在的纬度一样啊。对啊，我也只知道上北下南。反正我只知道有太阳的朝向的，就是阳台的地方都是在南边，就南边比较容易晒太阳嘛。有阳台的房子地方，就是我妈妈跟我说，因为我分不清东南西北嘛，我妈妈说只要你看这个房子的阳台，就是阳台面朝的方向就是南方。说了半天也没有人跟我说到底是哪边是南边，哪边是北边。万一没有手机呢，是吧？万一你在森林里迷路了，不行，我觉得像我这样的水平。谢谢笨笨人，应该别人谢谢笨笨。饥饿游戏的话，一下子就死了。你怎么不说话，光吃饭啊？吃饭怎么说话？确实，吃饭说话有点不尊重你的饭。今天又来抢镜头啊！我什么时候口出狂言？对啊，知道东南西北有助于求生。万一又世界末日了呢？
在好好笑，在偷看。怎么感觉今天长丑了？看吧，在后面，小胖子，真的是小胖子，真的感觉今天是不是长发腮了？感觉现在像个大叔，哇，好大的哈气。先讲，我叫，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他没有嫌弃我，不吃，不会的，女猫猫就不会，母猫就不会变丑，变成大叔，只有公猫会变成大叔。母猫，对啊，对啊，母猫它不会变丑，那没有啊，但是今天还是很漂亮，今天是我们中心最漂亮的小猫，对吧 ？Yes。好了。在家呀。OK。对啊，今天很幸福，今天好幸福啊。每天这么多美女跟他一起玩，又不要上班，啥也不要干，真的是，好幸福啊！扑通是女孩，扑通是母猫，对吧？羡慕死了，还有美女妈妈养它，我幸福啥？我哪里幸福？我不幸福。我养你。啊！哎呦，哎呦。之前我的朋友是怎么说？没有啊，口出狂言。没有叮咚，哪有叮咚？游泳吗？我要是发，你要去翻牌了。我是翻牌。翻完牌再来播。翻完牌不播了，翻完牌今天都过去了。那现在是嘉兴五中心，对吧？现在奶茶是我。哎呀，张姨怎么要求人连麦呢？不连，拒绝。我那个。上次张雨欣把我拒绝了，我这次就把张姨拒绝了。明天休息，明天放假，好开心哦。啊，我没有吧？这个叫什么来着？这个叫做恶有恶报，对，瑕疵必报。好的，你们也早点睡。那是因为这个连麦的话会很丑。22号在。梅子，板子在你那儿吗？在。我的那个鸭到了。哦，怪不得要跟我连麦。Hello， 欢迎来到。你为什么拒绝了我啊？因为上次张雨欣把我拒绝了。什么？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？我真的晕倒。你为什么都姓张啊？我无语了，你这个拒绝我的理由我不能接受，这什么逻辑？你们都姓张，你们姓张的就怎么不？哼，无语，真是让人无语。你不吃吗？我要吃了。那我一会儿再去吃。好吃哦，好吃哦。你再不吃，雪糕就吃了。天哪，买饼买错了，买了太多饼。买了太多了，怎么买了四包饼啊？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到了。我的鸭都吃了。好了，他去了，拜拜。OK。我都吃完饭了，就不去参与他们的美食节目。我快翻牌了，我得翻牌去，再不翻又要过期了，过期太不好了。拜拜拜拜，晚安。